新北市欢乐夜诞城巨星夜诞演唱会。大家好，我是阿翔。大家好，我是雨珊。那旁边是我们好朋友熊小妹。是的，我们这三天的演唱会可以说是今年年底全台最强演唱会，每一天都是巨星云集呀。没错，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嘉宾最强怪物新人安娜带来的歌曲 Party Crasher， 掌声尖叫。他今天终于感觉得到心脏的跳动，有没有？有这么夸张？从 standby 的开始的时候，一直很紧张的啦，对不对？但是站上这个舞台哈，一定是要有实力的人，对不对？你既然站上来了，
我们已经可以说证明你的实力了，没有问题的。谢谢，你很厉害。那要不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安娜。哦，那么今天哦要紧张的其实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真的有很多人、啊。我们要来好好的请雨珊告诉大家，到底今天的卡司有哪些人呢？好的，今晚的表演嘉宾除了安娜之外，还有今天压轴的金曲歌王林俊杰、性感女神安心雅、抒情唱将陈世安、创作才女 Cindy 袁咏琳、全方位艺人鬼鬼、创作才子陈燕宇、OST 男神周兴哲，以及才刚满18岁就已经跟他师父周杰伦站上各大舞台的派尾剧。哇，真的是高手啊，每一位都是巨星来到现场。没错，那么今天呢，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活动，现在正在收看电视的朋友们赶快呢看到我们这个电视机旁边来扫一扫有惊喜的 QR code， 点进去扫描进去之后呢，参加我们爱上电视快分享拿大奖，上传你的照片或文字给我们，就有机会用我们这个 AR 视觉特效的方式与我们歌手同框上电视了哦。而且参加这个活动非常棒，是因为它可以抽双人机票大奖，所以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好不好，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赶快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 啦。没错，那么待会安娜还有更精彩的表演，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喝口水啊。要还有很多歌要唱，你要喝水吗？好，后面的朋友你们好，哎，这边的朋友，哎，有安娜举牌耶，真的耶，对呀、啊，我就说挥挥手，你的牌子就会浮现来了。没有挥手，他一直放在。像你刚刚一喊，你前面那唯一的一张也举起来了。就唯一一张啊，对，就去年他们有来啊，忠实的观众朋友啊，始终的粉丝。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巨星夜店演唱会啊、哦，那人非常的多，自己的安全自己要注意，对，不要推挤哦。好，那么安娜。我觉得今天站上这个算是户外的一个演唱会。嗯。之前哦，在张惠妹阿妹的演唱会，这个在高雄巨蛋嘛。对对。两边的舞台跳起来，感觉的差别在哪里？真的完全不一样。第一，好冷哦。对，今天真的很冷，寒流来了。对对对对对。对，就你看到外面都有人，但是而且看得很清楚，但是在那个高雄巨蛋的时候，其实那个灯打出来是看不到前面的。哦，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灯光，你们灯打太弱了啊、哦？不是这样的意思，没有阿妹演唱会这么强。哦，是。哦，那个因为今天你上台是一个人。上一次上台还有阿妹在嘛？哈，对，阿妹你叫她姑姑对不对？阿姨，阿姨，亲戚啦 ，OK 啦，阿姨嘛。那今天一个人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的害怕？当然会，因为，对啊，当然会。哎、欸，你今天很害羞哎、欸、哦。对，因为他刚刚很 party pressure， 很有气势，然后讲话就是。你好，我是安娜。对啊，就是小女生。这个学习我们把音量放出来，因为那个在那个对面板桥车站。那边都还有人在看、哦，第二现场、啊，哎呀，满满的人都在看、哦啊、所以你要讲话大声点，让他们听见。对啊，好了，不要紧张啊。平常会过耶诞节吗？对啊，会啊，但是因为耶诞节是妈妈的生日哦，这么巧，对，妈妈的生日。所以如果你要送礼物给妈妈，二合一比较省，送一个就好了、啊，比较省，对不对？蛋糕也一个就好了，送一个就好。那你今年有打算要怎么过吗？今年也是一样跟妈妈，对，哦，也是帮妈妈过生日，对，帮妈妈过生日。哦，那待会还有好听的歌曲要演唱，对不对？没错。好，我们是站在这边吗？还是到里面就可以了？好，那让你准备一下啦，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天气很冷哈，来大声的尖叫一下好不好？动一下，动一下哈！嗨起来啊，嗨起来！看到你，摸摸和跨摩力耶！哎呀，你可以去换红色衣服吗？耶诞的衣服啊！
迎回到巨星耶诞演唱会，让我们继续欢迎安娜带来的表演。Yeah， 表演 ，Come on。Yeah。我叫安娜 ，A.K.A. 迷你米，因为长途地不过地球的行李，好心让我看到 MJ 在 MTV， 从那天起就开始学跳 B.B.G， 瞬间变变变的嘎，瞬间变变变的嘎，这脚的功夫我学得好，烦恼都觉得少，这是秀珍型的冒险，是种浪漫，了不了解？间断的步伐我秀珍。表演、oh yeah， 叫我小兔小姐、yeah， 别看我需要助跑、yeah， 更有时间想得久、yeah， 从来就没跑目标、yeah， 总是比我高两个头，是电子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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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就电子条件，是电子条件，是电子条件，是电子条件，说他是电子条件，是电子条件，条件就电子条件，没事就电子条件，电子条件，大家一起电子条件，电子条件。还长不高，但我很诚恳；还长不高，但我站很稳。虽然难免有事业上的巨人枕，但我依旧享受这 happy 人生。脚小身躯灵活 ，I feel like a ninja。想跟我 battle， turn up， 把音响 jump like shot， rock 我是音浪，初次见面的。我会静下啊，看我脚在点啊啊，看我脚在飞，用着不同的角度形成这概念，用着不同的角度，我看得太远。漫画垫着脚，因为地板烫，我垫着脚，想被看得见就垫着脚，不想被看得扁就垫着脚。就垫着脚尖，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没事就。脚尖就垫着脚尖，他不学我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说你就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没事就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大家一起垫着脚尖就垫着脚尖。比较好吗？还是要再叫一次看看啊？好哦，祝大家耶诞节快乐！好，每次这样子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所以呢，直接下一首哈。还是问